大陆地区是我们第一家在精神病院里面开办的这个画廊，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画廊呢，它能够是一个开放的、永久的，就是可持续的一个画廊。很多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去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一个是患者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种过往的经历可能是被我们压抑掉的一些情绪情感，所以呢就可以通过艺术的这种形式，艺术的情绪疏导性，它其实就是一个载体嘛，绘画、音乐啊、舞动啊都可以去让它去表达的。所以在这个画当中呢，它其实有些困难，它不是光画画，它其实它会在画里面用抽象的方式来讲一个故事，来寄予他对这个世界的一些感受等等啊。所以呢，而且我们很多病人呢，他就是不仅是一位哦，有好多位，他其实都很喜欢画这个宇宙和这个星空这样的主题。那么其实这点还蛮有哲学意味的。常年生活在狭小空间的人，对他的精神啊，就是可能更加的广阔，更加的自由。就是一些轻症的抑郁症啊、双向啊、焦虑的这类患者，他们就是年龄比较轻，功能也比较好，然后呢，就是内心的可能压抑的一些情感，所以这个时候表达出来呢，反而是画出来的话比较有表现力，而且他们也是比较能够从这些艺术治疗当中去获益的。